主，大家有冇睇过上个礼拜嗰套嘅话剧咧？感谢主，大家有冇睇到上个礼拜嘅话剧呢？好好睇系咪？我睇到好十万嘅分贝嘅掌声啦！有没有十万的掌声呢？好好耶！ Yeah, 感谢主。咁咧，我完咗套戏嘅时候咧，我先发现原来神国艺人系今年咧啱啱成立十周年。完了这套戏的时候，我才发现神国艺人刚刚成立十周年。即系我嘅青春咧，付出喺演艺界已经十年啦。就我的青春在演艺界已经是付出十年了。但系咧，我非常之感恩，我见到咧成个团队咧系一齐嘅成长。我非常感恩，看到整个团队一起的成长。特别咧系啱啱呢套戏里面咧，我哋第一晚我哋系突然之间咧加咗一首歌噶。特别是第一套剧的时候，第一晚我们突然加了一首歌，系啊，咁所以其实咧喺过程里面咧，我真系好感受到成个团队嘅爱与信任嘅氛围咧系越嚟越升高嘅。在整个过程当中，我感到爱与信任在整个团队当中是升温的。系啊，因为咧我哋其实要去改动任何嘅嘢咧，其实都会牵涉到好多嘅团队。因为我们改动任何的事情都会牵涉到整个团队。但系咧，我见到咧，大家咧都系非常之齐心啦，冇怨言啦，并且咧，我哋真系信得过咧呢个改动咧系会最好嘅。大家都是非常的齐心，没有怨言，并且相信整个改动都是最好的。所以咧，我真系见到原来咧神喺我哋当中咧系一路一路咧十年嘅里面咧不断建立我哋。所以我们看到神在十年当中不断地来建立我们。所以咧，我也好想咧将掌声归俾神。所以将一切的荣耀掌声归给神。系神咧带领我哋一起成长嘅。是神带领我们一起来成长。而喺我旁边呢一位咧就系叫做学希。我旁边的这一位姊妹叫学希。我好开心咧，就系佢喺整个嘅团队里面咧，佢越嚟越开心啦，被建立啦，越嚟越健康。我很开心看到在整个团队当中，他不断的开心被建立，越来越健康。佢其实咧亦都系我中学嘅师妹嚟噶。她也是我中学的师妹。系咪高质素咧？是不是很高质素的质量呢？系啦，咁所以咧，我依家呢个时候咧就交俾佢嚟为我哋分享佢嘅生命见证。这个时候就交给他来分享他生命的见证。Hello， 大家早晨，我系学希。大家好，我是学希。我是 Susanna Larry， 族系 Margaret 嘅组员。我是 Susanna Larry， 族系 Margaret 的组员。感恩神让我喺普尔节经历到佢反败为胜嘅三件事。感谢神在普尔节经历他反败为胜的三件事。咁就系第一件事啦，就系神透过戏剧嚟医治我。第一件事是神透过戏剧来医治我，特别系可以直接咧去演绎翻自己嘅状态。特别是直接可以演绎自己的状态。跟住好多嘅情绪咧，就系因为呢一份嘅轻散啦，就可以好自然咁样去流露。很多的情绪因为这份轻省可以很自然地流露出来，可以好开心、好兴奋啦，可以很开心、很兴奋。悲伤嘅时候咧，亦都可以好尽情咁样去哭泣。悲伤的时候也可以很尽情地哭泣。喺以前咧有一段长嘅时间，在以前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我不断被人话我嘅感受咧系错嘅。我不断被人说我的感受是错的。我唔应该对事情有情绪。我不应该对事情有情绪。如果我有咧，就系我嘅问题。如果我有，就是我的问题。系我唔识得去包容接纳，系我唔够坚强。是我不够包容接纳，是我不够坚强。系我太软弱。是我太软弱。之前长时间去压抑自己嘅情绪咧，已经好痛苦。之前很长时间压抑自己的情绪，已经很痛苦。但是释放情绪咧，亦都让我充满住罪疚感。但是释放情绪也让我充满罪疚感。我好混乱，我觉得好攰。我很混乱，我觉得很疲惫。喺之前好黑暗嘅日子里面，在之前很黑暗的日子里面，组长同埋教会嘅朋友啦，佢哋都接住咗我好多嘅情绪同埋感觉。组长还有教会的朋友都接住了我很多的情绪和感受。大家都系充满住爱啦、包容啦同埋接纳。大家都是充满爱、包容和接纳。所以咧，我非常信任呢度所有我认识嘅人。所以我非常信任这里我所认识的人。喺做剧嘅时候，神同我讲，在做剧的时候，神跟我说，希望我嘅哭泣就可以好似我会笑一样咁自然。希望我的哭泣可以像我笑这样自然。于是咧，我就可以好自由奔放咁样去呈现每一个状态。于是我可以很自由奔放的来呈现我每一个状态。在剧组里面是不会再有人说我的情绪是错的了。在剧组里面没有人再说我的情绪是错的。不会再有人因为我哭而不断说我有问题。没有人再因为我不断的哭来说我有问题。我感受到剧组里面的大家都是不断去接纳和包容我。我感受到剧组大家都是不断的接纳和包容我。而第二件事呢，而第二件事呢，就是神的同在让我可以放低孤单感。就是神的同在可以让我放下孤单感。
很多时候我都是自己一个在做道具，很多时候我都是一个人在做道具，但是我完全不觉得孤单，但是我完全不觉得孤单。在帮手整道具的时候呢，在帮忙做道具的时候，由上次铸棚剧帮手去整末药袋啦，由上次铸棚剧帮忙做末药袋，今次呢是整这个祭签的色仔和历史书喷宝剑，这次是做制签历史书和喷宝剑，这些呢都是很小的道具来，这些都是很细的道具，但是呢就很关键，但是却很关键。很多的时候我都是自己一个在整啦，很多时候我都是一个人在那里做，我都觉得神透过这些小东西去跟我讲，我都是感觉到神透过这些小东西来跟我说。虽然我是很微小，但是我都很重要的，虽然我很微小但是我很重要。结果出来的效果都是非常之好，结果出来的效果也非常的好。第三件事就是神很祝福我的工作，第三件事就是神非常祝福我的工作，让我在完剧之后有一份我很喜欢的设计师工作，让我完了剧之后让我有一份很喜欢的设计师的工作。现在我是婚礼公司里面的平面设计师，现在我在婚礼公司做平面设计师。在演出前的两个星期，在演出前的两个星期，演员在剧组里面彼此守望祷告，演员在整个剧组里面彼此守望祷告。咁当时我揾紧工啦，当时我正在找工作，我 send 咗十几份 CV 出去，我派了十几份简历出去，但系咧就系得两个 interview， 但是只有两份面试机会。咁我就喺度谂，系咪我唔够好咧？我就在想，是不是我不够好呢？我好惊哦，我很惊慌，所以就冇人约我出去 interview， 是不是没有人约我面试呢？咁我亦都曾经同朋友去分享，我有跟朋友曾经分享。如果神觉得我不适合的话，如果神觉得我不合适的话，就算没有一个 offer 我都会接受，就算没有录取通知我也可以接受。跟着去到当日的夜晚七点啦，接着到当天晚上七点的时候，我就收到个电话了，我就收到了电话， HR 就跟我讲，人力资源的人跟我说，就是说我上次的面试表现很好，就是我上次的面试表现非常好，所以我不需要去 second in，我不需要再一次的面试，想直接去将这个 offer 给我，想直接把这个录取通知给我。跟着他就问我，你几时得闲签约啊？然后他就问我，你什么时候有空来签约啊？我就说，哦，早一两天啦。我说早一点两天吧。之后收线之后我看回月历，挂断电话之后我回看月历，原来当日是普尔节的正日来的，原来当天是普尔节的正日。我好开心咧，神喺普尔节咧预备咗工作俾我。我很开心，神在普尔节预备这份工作给我，并且咧佢都透过呢一个 offer 话俾我听，并且神透过这个录取通知来告诉我，佢听到我嘅祈祷啊，他听到我的祷告，并且佢祝福我继续喺设计行业为佢发光发亮，并且他祝福我在设计行业为他发光发热。感谢神透过今次做剧，感谢神透过这次的作剧。我经历到佢更多嘅爱啦，更多嘅医治。我经历了神更多的爱和医治，并且佢对我丰足充盛嘅供应，并且他对我丰足充实的供应。呢一切咧都系佢带我经历嘅反败为胜。这一切他都是他带领我经历的反败为胜。愿一切嘅荣耀颂赞都归俾我天上面嘅阿爸父。愿一切荣耀颂赞归给我天上的阿爸父。